野酷女孩吧，社交霹雳症吧，就是社交霹雳症，我希望我能够成为社交霹雳症的样子。黑长直吧，因为我是狂野酷女孩。复古港风吧，因为刚刚没有选择红唇大波浪，所以就选复古港风。海南鸡饭啊，因为我真的是特别喜欢吃海南鸡饭，我自己在家我也会做。这两个都是我很需要的，可能现在此刻的我是度假旅行吧。我会根据当天的衣服的搭配、衣服的颜色，包括我妆容的浓度，我会搭配不同的香水，然后包括我即将要去见的朋友。如果是去见比如说很熟的朋友，并且今天穿的比较轻松，我可能会见女性朋友，我可能会喷干净一点或者是甜蜜一点的味道，因为我觉得是没有不太给人有距离感的。但如果我今天穿的比较酷，我可能会喷比较浓郁一点点的，可能有比如说鸢尾啊，或者粉红胡椒呀、啊，或者是檀香啊、麝香啊之类的味道。如果是第一次跟这个男生见面的话，我会希望我们彼此之间还是有一点点距离的。但是呢，对，我可能就会喷比如说类似于渣女香这种，明明觉得你很渣，但是又想要靠近你。我会在意的是留香时间，因为比如说你出去出门有很长的一段时间，所以我一般会选择的是 EDP 的香水，因为它大概能够持香5到8个小时。我最喜欢一盏茶光，但其实我觉得一盏茶光可能对于可能刚开始的第一下的味道，我会觉得哎，是否会有一点淡，但是我觉得它是一个非常有内涵的 一款味道，因为它有我们中国独特的普洱和龙井，包括佛手柑，包括鸢尾，都是我很喜欢的味道。然后但是它所有的这个结合，它不仅仅是有这些就是茶香，它的茶香不是那么的重，因为它的茶香里面还掺着一点绿叶的味道，让我觉得是非常清新，并且会让人想要去接近的这种拉近人与人之间距离的这种感觉，会让你整个人觉得很舒服。就是这一款薄纱檀饮我是特别喜欢，就它第一下它的前调会让你觉得你整个人是很干净清爽，但又有一点独特的自己的皂角的一个味道。但是呢它到后调的时候，它就完全会变成檀香的味道，会觉得你这个人很沉稳。所以它是一款我觉得还蛮独特的，就它的前调和后调是完全不一样的一款香水，很有自己的魅力。喷的很多，你知道吗？他们说什么什么香水要什么喷在空中啊，然后什么什么走进去啊。我心想说，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你只是可能当下你刚从比如说你跟一个你心里就是特别喜欢的一个男生吃饭，但是呢在他来之前你可能需要让他觉得你是就是很有魅力和味道的话，你可能当下刚见他之前你可以这么喷。那如果要是他来的很久，就他来的很晚的话，那你可能这个香味就是会对不太持久。所以我一般是比如说什么，就是我真的我是喷手喷这儿，就全身都喷，我有时候会喷到衣服上，因为我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举手投足，包括我的脚举手投足，你全部都是香味。有时候我的包包里会有两款香水，我在前面会喷比较清淡一点的，然后我会叠加一个比较浓郁一点的香味。我会就看今天的心情，虽然我也不知道这么叠加是否是好闻的，但是我会觉得我会选两款香水都是我自己特别喜爱的，因为这两款香水同时喷上去了以后，它会综合成一款香水，然后它有时候会出现 A 的香味，有时候会出现 B 的香味，有时候会出现综合的香味，我觉得这是比较有趣的一个现象。我会想要推荐海南粉跟清补凉吧，主要是想推荐给大家清补凉。我相信现在有很多就是去海南旅游的朋友一定会有知道这个清补凉，但是就是真的正宗的清补凉是非常非常让人难以忘记的，因为它是很独特的一道甜品，它会让你的
就是整个人会很舒服，让你的胃，然后让你整个人都很甜蜜，淡而不腻。嗯，最近倒是没有学什么新的菜，但是我会在家就是研制各种各样的面，因为有时候在家自己炒菜的话会比较久，然后又自己吃，所以呢我最近在研究各种好吃的面的做法。嗯，我最想完成的一件事情其实就是旅游，目前真的很想去放松一下，然后旅游一下。接下来就是新歌的发布，对，最后我的专辑的最后一支单曲要发布了，对，一首歌要发布了，所以这个是我目前最期待的一件事情。王菲菲谈恋爱了吗？王菲谈恋爱了，求求求她谈恋爱吧。我希望她是一个充满理想，然后有自己的热爱生活，是热爱我。嗯，我的工作安排就是我前段时间刚刚杀青了我的对一部电视剧，然后应该在明年即将跟大家见面，所以这是我很期待的一件事情。然后呢，接下来我还有接下来还有第二部的对作品也即将要开拍，然后就是我的新专辑了，最主要是我的新专辑。嗯，我也在筹备我的下一张专辑，虽然这张专辑的最后一首歌还没有发啊，马上就要发了，对，然后呢我也在积极的筹备明年的新的专辑。嗯，他来唱这首歌那就是非常的不屑了，对，他来唱这首歌就是全部人都给我走开，就是那种王扑涛是一个比较内心有故事，然后虽然表面非常的让人琢磨不透，然后并且难以走近，但其实他的内心是非常柔软跟脆弱的，所以他会利用这种包装把自己包装起来。嗯，所以呢他会给人一种难以接近的一个形象，就比如说我唱阿多尼斯，就是我希望渴望是这种渴望爱情，然后呢当然王扑涛可能也是渴望爱情，但可能对王菲来说可能就比如说啊，就最开始前面四句就等你靠近，等等等，蒙住眼睛，蒙蒙蒙，捧住心跳，砰砰砰，我是你的什么人，然后跟王扑涛就是等你靠近，等等等，蒙住眼睛，蒙蒙蒙，捧住心跳，砰砰砰，我是你的什么人，就 他可能是这种感觉。